OK，Hello，大家好。这会儿刚抓饭完，然后一会儿有工作。抓空隙来问大家有没有听梁静茹老师的新歌？哇，就是温柔的声线配上打人的歌词，我自己是感觉被夏天的闪电击中了。只有自己才能将自己困着。哎，我最近不是上了音乐综艺嘛，录了音乐综艺之后，其实感觉学到挺多东西的，然后也很想自己试着做一些事情，所以如果过段时间你们听到，我的歌也有感觉被击中的话，那我应该会默默哭一下。还有呢，就是。你们有喜欢的歌也记得要告诉我，就这样，拜拜。